Hello，品轩跟各位小朋友，今天要打的东西是右左右左，再一次喽，右左右左，四组就是这样。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现在试试看，不要停。一、二。三、四，再一次，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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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用手来打的话，就是右左右左这样的速度，来喽，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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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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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节拍器的时候，心里面想 one two three four，打起来是 one two three four。你们要打在高音的地方也行，打在低音的地方也行。one two three four 都可以，只要是右左右左，每组四个音。one two。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把刚刚的那个四连音加进来。One, two, three, four。再一次喽。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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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ee, four。好，想象一下我们要打的速度。咚。吧，来喽！我打太快了。
不管前面的节奏打的是3个小节或者是1个小节，你都可以把节奏换成别的形态，例如。未来会学到的所有的节奏都可以套用进去。